然后我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最低保底需要多少才能把这个打底的这个皮肤给它抽出来，好吗？我们看下概率啊。首先啊，买个石头啊，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皮肤限定的全部给它秒掉，对吧？首先打底的九尾狐，开启五次会获得随机宝箱，每抽40次可以获得一次选皮肤的一个机会啊。来，我们先来一波石灵抽，好吗？看运气怎么样。OK， 第一波上来就是两个皮肤，好吧？战争女神以及荷鲁斯之眼啊。来，兄弟们，一啊，朱莉爱与和平没啥用啊。九尾狐好运符，来再来一波石。真兵未来鱼啊，这个大口吃肉，兄弟们，这个是真的坑，好吗？来，继续啊，啊，九尾狐，来十连抽啊。OK， 又是两个皮肤啊，但是我用这个皮肤没用，午夜歌剧院和这个啥没啥用啊。来继续，好，我们现在这三个皮肤我们都不换，我们先换一个好运符。那么现在你可以看我的这个好运符已经到达了656啊，现在已经抽了45发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花了4500点券了，也就450块钱，现在才600个这个，可能是主播的运气太差了，怎么？因为你运气比较差，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500块钱了，才682个水平。来，我们再来一波十连抽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就十连抽。九尾好运符，好运符 ，OK 啊，刘备的转化文碎片 ，OK， 再来一波十连抽，啊 ，OK， 又是两个皮肤，好，700块钱啊，700块钱还抽不到一个九尾狐 ，OK， 780了还没出，790，800应该是刚刚好的，差不多。自选你现在可以选择这个至尊宝了啊，选个至尊宝 ，OK 啊，选个至尊宝，下孙悟空至尊宝，800，兄弟们，我给你们算了一下，可能说你运气比较差，就是你像这种偏差一点的，800块钱刚好啊，主播现在是花了830块钱，也就是8300点券，才有一个妲己的青丘九尾狐。